你有没有这么勇敢的朋友？哎，姐，帮我称一下，一共是198，这么贵啊？哦，这进口的梨会贵一点，扫这就行了。哦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姐姐，我们刚刚也没看价，要知道这么贵，我们也不能买啊。嗯，那不好意思啊，您先抱回去吧。嗯，好的。哇，他好勇敢啊！美女好了，你看一下。好了，这给我跟你的图片和颜色也不一样啊。都是这样的，美女，你这图片上有滤镜，指甲又现实生活中又这样，你要觉得不好看，我再给你修修。那你再修一下吧。好了，美女啊，这边扫码。那好吧。好吗？嗯。这就是你刚做的指甲，这什么啊？太丑了吧！看你帮我修过了，修过了还这么丑，就这还好意思要钱呢、啊？你这小姑娘怎么讲话呢？年轻嘴不着调，退钱！你这做的这么丑，快退钱！哎你要是不退的话，我现在就拍照发学校群，以后你一个生意别想有。退给你退，走。哇，她真的好勇敢啊！走啊，进去看看。哎呀，进去看看有不要钱啊？不看。没事，我带你去，走。